隔山多个渔火，鹊桥何时落？山雨到半山，好多话要说。站在西陵渡，你看着啊，这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。不是花群花山一点墨，夜盼秋水湖心一点墨。这位公子，我看你这念想不大妥啊。公子，你是不是从小到大还常常夜间一念？我得好好想想。这病要是伴随你一世，可有医治之法？这药价格不不宜久留。诗中有云：“巧笑倩兮。”被日盼兮，老女子久居深闺，不便见外客，就先告辞了。能不能麻烦你们找别的地方去住？因为毕竟我们也婚约，还是尽量不要久住。这个人怎么动不动就捂胸口？这是男版林黛玉吧？小小年纪，身体就透空。不过没关系，和我凤舞台自制地方位，好好。我这是看到你太激动了，所以才看你说算了吧，我今天亲自下厨，要不试试宫爆虾球，蚂蚁上树，水煮牛肉，虎皮青椒，好吃哦。